是 Judy 九弟，人称竹竿女孩，因为我超爱吃，但怎么吃都吃不胖啦。上一集带大家来到北海岸，体验海陆空三重奏的夏天。除了网美打卡秘境和超梦幻露营区，还有巨无霸牛排和熊七现捞的海鲜，这样的行程是不是超心动的呢？心动不如起身行动。大家好，我是欣婷，最爱笑的乐天书生。这一集我要跟九弟带大家到宜兰，直接入住高级露营车啦！快跟着我们一起在夏天出发吧！哇，夏天到啦 ！Yes， 又到了这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季节喽。没错，而且夏天其实有很多种玩法。那我们今天要亲近大自然，亲近大自然，该不会是要露营吧？夏天就是要露营，要烤肉啊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去准备一些食材什么的？哎呦，不用啦！我跟你讲，最新的露营玩法就是住在露营车里面，里面设备一应俱全，让你轻轻松松的来，漂漂亮亮的走。哦，听起来很不错哎。那在哪里啊？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很懒嘛，所以我不喜欢很多麻烦的事情。是，在这里，哒啦，怎么样？欸、很不错哎、欸，厉害吧？而且我蛮喜欢它户外还有一个小小的自己的空间，蛮舒服的。而且它这边带小孩的话，这边也可以跟他们玩。真的？对啊。哦，这个好棒哦！我知道露营就是很喜欢这种，你要坐在外面呢、啊，一定要这种椅子，没错。它的外观的设计也非常有巧思哦，像是有这个网美灯啊，很适合在那边拍照，或是我觉得小朋友一定很爱这种露营车这种很酷炫东西的感觉。对，没错。然后你看它这个窗户还可以这样推出来，然后如果是这种小朋友妈妈，他们就可以直接在外面可以注意到小朋友的状况。哦，真的。而且旁边还有户外用餐区哦。对，现在户外空间我是非常满意，但毕竟我们是要来住的嘛。那里面住的空间怎么样、啊？我觉得我用说的，你应该也不太懂，不然你就自己进去看看。好啊。哦，很棒吧？很不错哎，你看那张双人床感觉很舒服，真的。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上下铺，其实它蛮适合那种三到四人的小家庭的。嗯，蛮适合的。对啊，然后像是吧台啦，然后冰箱，还有电视。请看哦，它准备的不是一般的塑胶杯，是露营用的钢杯。有，真的很有那种露营的感觉。是不是，一定要啊，要有那种感觉才会有真的在露营的。嗯，但你刚刚说里面一应俱全，我觉得要来检查一下，这里面是什么、啊？看一下。哦，厕所哎，那这个我猜应该就是浴室了吧？哦，蛮不错的哎，空间很大哎。对啊，它其实可以容得下就是妈妈带小孩洗澡的空间，而且它还有准备惯用设备，然后防止滑的地垫。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。对，我觉得这里有点像是那种户外版的那种小套房，对，小型套房，嗯、小旅馆的感觉。对，而且是小家庭的那种，是可以塞得下。你看它后面是上下铺，然后旁边是双人床，真的蛮齐全的，卫浴设备都有啊，然后电视啦、冰箱啦，然后小吧台啦，可以在那边弄一点小东西来吃。你知道它还有一个更棒的服务吗？这个是有管家，有管家，那管家会帮我们做什么？他可以帮我们做就是休闲跟早晚餐的服务。你知道像现在管家在帮我们准备餐点吗？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放心的出去玩了，真的太舒服了。夏天就是应该要这样过，就是要这样轻轻松松的过，真的 my style。 走吧，来吧。原本以为会小小的，但是我183的身高在里面还是游刃有余哎。那当然，里面除了双人床铺、小而温馨的客厅，还有孩子们最爱的上下铺，卫浴和厕所还是分开的哦，超级贴心。而且专业的管家还会帮我们打理好晚餐和一切的杂事，所以我们只要开心的玩耍，回来就有大餐可以吃咯。那我们就来玩点跟夏天有关的游戏吧。你看我们户外空间呢这么开阔，如果我们都窝在露营车里面看电视，实在太浪费了。没错，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小活动。太好了，我们要来打架？不对，我们要来打西瓜，好不好？ Okay. 不是打人。OK， 打跟我说一次，打西瓜不是打人。打西瓜不是打人。OK，
好，我们来打西瓜。我先。好，你先。那你要听我指挥哦。好。那你要一下一下打，不要猛挥哦，知道吗？打西瓜不是打人。没错，没错，很好。那我们先原地转大概六圈。好，六圈。好，预备，要开始吗？嗯，好，转吧。三，祖母绿，五，六。好，眼睛闭上，眼睛闭上。还没，还没，听我指挥，听我指挥。好，站好啊。好好，可以。我觉得可以直接挥，直接挥，直接挥。右边一点，右边一点。右边。太右边，回来一点。太右，太左，右太左。在哪？好，会，有机会啊，差一点点，再退一步，退太多，往前一步，往前一步。你真的有在帮我指挥吗？有，好，会，有了，哎。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失误啊？怎么一直擦边球就是打不到？哎，算了，我看啊，我还是靠我的直觉吧，看我的，嘿嘿，我超厉害的啦。好，就换我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要转六圈哦。OK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真的很晕。哦天啊，天啊，太晕了吧！我天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左边，左边，这里，在。我天哪，好晕啊！要挥了吗？在左边，在左。你已经跟他完全不一样，你快踩到西瓜了。我踩到西瓜了，这里，这里吗？左边一点。你还好意思说我指挥的糟？我现在完全是背对西瓜哎。还是这是在玩整人游戏啊？西瓜到底在哪里啊？我还是靠我自己的直觉好了。我终于打到了，可以吃西瓜消暑咯。我最喜欢就是有种像这样美式风格，把眼睛蒙起来，然后跟朋友们一起玩这种打破平面塔的游戏。对，而且像我们夏天嘛，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啊，我要窝在冷气房外面好热哦。但我觉得这样就浪费了夏天。夏天就是要往外面走啊，体验一下户外的活动啊，或者是我觉得在外面其实走走步、散散步就蛮舒服的。太浪费夏天了，真的。嗯。耶，干杯！干杯！耶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吗？我感觉你现在已经快点说，你快点说。我们现在在小鹿观光农场。耶！现在画面看不到小鹿，但是我们身边已经被小鹿围攻了。真的超可爱。然后我们今天是要来 ，Oh no！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超可爱、超温馨，因为你会跟小鹿非常近距离的接触。它刚刚就是来蹭你的腿。没错，而且是两三只一起。对，真的超可爱。那我们。可以让我们亲近小动物，没错。但当然，我们的裤子跟我们的腿都不是小鹿最喜欢的东西，它喜欢吃的是牧草。那我们赶快带牧草去喂小鹿吧。欣婷，那里有一只哎，哦，这些小鹿都好可爱哦，真的蛮可爱的哎。但我怎么觉得他们好像有点太热情啦？我现在在跟萌萌吃草。你怎么把他带过来的？我跟你说，24号是一个坏孩子，他刚刚就是直接把我的草抢走，然后就跑掉了。然后，24号回来，真的讲真的，他嘴巴现在都是那个。对啊，你看他很认真吃。我这次就比较乖。而且我发现他们是就是不喜欢吃梗子哎。啊哈，他们喜欢吃叶子。嗯，然后你的2221来了。来，过来。所以我们在这边是真的可以跟小鹿做互动，但是一定要非常的温柔，因为他们是刚出生没多久的。没错。你不要这么激动，我不会不给你吃。过来。他不给你拿，我帮你要他来。那，你很会。对啊，你好会啊，你是引路人。这只它戴黄色的项圈，我要叫它柳丁。柳丁吗？这个是葡萄，这个是苹果。OK。来，葡萄是你的。其实是可以，就是轻轻摸它们的耶。欣婷，你不要害怕啦，它们都只是小宝宝而已。而且啊，除了吃牧草，还可以用奶瓶喂奶哦。每一只小鹿喜欢的食物也不太一样哦，但是共通点的是，它们都很爱吃这个小米。真的哎，你看我戴在手上。全部都来耶！对啊，而且你不能拿太高，不然它会跳起来，而且它会生气。我被踩了，我被踩了。他们脚超痛，等一下我先喂一波。不要生气！再来，这里。很多不是，我觉得很
你喂啊，你是不敢。晶晶，你要不要？好，我一点点就好。你为什么那么害怕？它是用舔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帮我拿。他们就像狗，你家有养狗吗？我家很久没养狗。OK。你很害怕哎。他们会过来，然后舔你的手。对，而且他们会勾你的手过去哦。你看，他会把我的手架下去，这样勾下去。而且他们一直在你手上喘气，因为他们一直吸舔。在这边有食物，你就是万人迷，走到哪小鹿就跟到哪。还有一项特别的体验，那就是可以穿着和服来喂鹿。我有学到要当网帅的配包，这样不用出国就能让大家以为你去了日本奈良呢。不错不错，有进步哦。但是除了小鹿超卡哇伊之外，没吃到三星葱就别说你来过宜兰啦。而且自己的葱油饼自己做哦。我的是一个造型拱门，你知道是像什么吗？就像马桶便座。我的才是正统的葱油饼。你很过分，我还要吃它耶。没有，你的像是都有一个洞的葱油饼。我们后面最后还有加盐吧，吓人吗？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好像有一点稍微那么微微太咸了。我觉得我是成功，就对于重口味的人来说是成功。我等一下去找一下看谁是重口味的，我就给他。没有人那么重口味。说你先生你吃很重吗？有一点，是真的很重还是有一点？他说。哎呀，失手啦。虽然一咬下去又让我有瞬间回到大海的感觉，但三青松的香气和味道就像是一根浮木，又把我带回岸上，整个体验活动还是超赞的啦。哇，好香哎。你看我们出去玩一整天回来之后，晚餐就准备好了。没错，有时候我们对露营啊会有一个想象，就是说找最瘦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自己打包，带大包小包的，然后还要买食材，对，然后累个半死，然后可能东西还煮不熟，然后还要生火，对，就遇到各种灾难。但我觉得来到这边真的就是蛮放松，是来享受的，享受露营的感觉。我已经在前面就说过，我最讨厌的就是麻烦，没错。所以今天就有管家帮我们把晚餐也准备好了，你想要吃烤肉，管家也可以帮你烤，真的太方便了。那我们可以开动了吗，管家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以为我们今天晚餐结束就没事了吗？不是吃一吃就休息了吗？没有，晚上8:30到9:00，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哦。所有来营区的宾客，然后到萤火区一个区域，然后可以看星星、烤棉花糖、玩九宫格，就是大家一起，不会只有我们两个。一个就是全体的同欢的感觉。对，就是一个整体大家的活动。哇，这很棒哎。超棒的。这个萤火真的很温馨哎，让我想起了萤火晚会。偶尔啊，可以这样子发个呆，围着萤火看着星空，真的也是很棒的体验哎。